我感觉我整个人有点肿，我刚睡醒。那我姐姐前几天叮哦，她去订蛋糕给我，这是原味的。我发现到哦，这电脑挡住啊，蛋糕你们看。因为这个蛋糕，姐姐讲哦，应该只能放一个3天到5天，就不会放太久。反正我这有一半的那个蛋糕给它放。哦，对，我跟你们讲，我今天等一下下午4点的时候我要去打疫苗，然后我现在早上9点嘛。今天早上9点，然后我起床，我吃了早餐过后，我打算可能到中午的时候我才去冲凉，然后我才吃午餐，然后我才出门。差不多中午的12点这样，然后等一下我3点多就要出门了，我就打算只涂个防晒，就什么都不涂，轻松上阵。我跟你们讲，我的那个打疫苗的 appointment 是下午4点25分这样，因为那个车程是这样的，我家去到这边是需要20分钟的车程，可是要是我坐 bus 的话，我是要上去再下来，要50分钟，接近1个小时，所以就超级远。然后那天我跟房东提起我打疫苗，然后他就讲，哎，在哪里，几点，这样我带你去，要不要？我就哇，好好哦，然后。所以反正载我去的话，我可以就省要一半的时间呢，就20分钟就到。所以他载我过去了过后，他在那边等我，打了1秒过后，他再载我回家。哇，我忽然间觉得我有点笨哎，我这样子冲好凉过后，等一下我去弄午餐，搞笑吗？把自己整个人弄到想想啊，等一下去弄午餐。而且我本来刚刚打算弄烤肉哎，我傻了吧？哦，把自己冲好凉去烤肉。There's a new day that will come again tomorrow. 我尽力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真的是觉得绑高比较好看，可是你看，绑不到哎，你看，不要紧。我之前有一次啊，我出门，我就是跟自己讲，我绑几个小时过后才出门，我就是要绑到成功为止。要是我找很多方法，然后很多方法都不可以耶，然后我就找这个方法，然后今天 try 第二次，哎，好像也是可以耶。Hello 各位，我现在要烤肉，加 lettuce， 一起吃吧。弄完吧，因为我也没有吃别的东西。Thank you.
OK， 这是我的午餐了。我本来想吃小焖的，可是我昨天忘记解冻，有点笨，只能留明天和后天吃。嗯，我先打给我爸妈，先不录了。OK， 原来得空了只有我，他们还在上班，嗯，然后我就继续吃播，吃播。其实我想讲，刚刚我本来想煎这个五花肉，可是煎了就会一层油烟味，结果换脸在想为什么不要放进烤箱里面。所以就把它丢进烤箱里面了。呜、哦，我已经画好了哎，给你们看一个我很喜欢的。我补一下这个。叮。哦，我的打篮球，吃甜点，吃草莓蛋糕。嗯，这我很喜欢的这几个。刚才不小心划到一笔啊，其实哦，我觉得有点点累，其实是有点想睡觉啊，我忍一下。听讲打疫苗副作用就是想睡觉，等下就可以睡了。很累啊，现在不懂为什么。刚房东讲差不多3:303:45这样要出门，为什么不坐椅子上，我排躺在这边？因为我觉得有点冷，我觉得这样躺着很舒服，就躺了。我这个 vlog 哈，我会拍几天，我会拍今天、明天、后天，然后看我想拍几天啦。然后咧，我希望诶，我拍剪这个 vlog 的时候咧，我的影片是上了的。诶，我在想什么？我想剪这个 vlog 的时候，我希望我的 line sticker 已经是发布了的，有一点强迫症呢，有些又想要重画了又什么这样，有点怕晚上肚子饿哎，你们觉得我应该去煮？这么好问呢？风车也不是播了吗？犹豫一下，因为晚上回来肯定会饿，有预感我应该会很懒惰。假如我现在不煮哈，我觉得回来应该也是有时间煮的，好吧，我就不要煮啊，想吃才煮。需要检查一下还要带的东西，这个卡带了，本来我想拿我那个小小个的那个变色包，可是我觉得有点不搭，好像这样比较好哦。这边要不要好一点？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就这样。You can relax your arm as much as possible because that makes the muscle nice and relaxed. Okay, small pinch. That's it. And that's it. Your first dose is done, okay? Hello, 大家，我回家啦。然后，叮，不对，打了疫苗的证明是这张卡。忘了打哪里耶。这里，我
不懂哎，他讲没有流血，他就没有给 buster 还是什么东西。我来给你们讲一下整个过程，要不要？就我是去 Aviva Stadium 打，然后那个 Stadium 超级大。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本来走，我就打算要拍，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讲不可以拍照标识嘛。来，我走路排队那种走路进去的时候拍，哎不对，我这样子拍的时候我就拍到了，你知道那个牌子姐不可以拍，我就哎呦快点收起来。他给我这卡，还有这个东西，然后他跟你确认你的身份，然后你需要带一个 photo ID 过去，就一直顺着走进去，走过，他们就分很多个隔间，有个挡板这样，然后帮我打疫苗的vaccinator， 然后他就真超级好，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进去坐下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先不要紧张，然后我们现在来跟你讲解一些东西，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快要打针，他就来确认，哎，我有没有 allergic to 什么东西，然后是不是 pregnant， 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没有问题了过后。他就问我是 left hand 还是 right hand 的，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讲，哦，我是 right hand 的，可是我想打右边。他就哦，可以，没有问题。我虽然是右手写东西，可是左手是我的常用手，我刷牙、煮饭都是用左手。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有在问他，就是讲，哎，我能不能拍摄，可以不可以拍？他讲可以啊，你可以拍你自己，可是不要拍到我就可以了。就哦 ，OK， 然后就，所以我就有那段画面，就是我可以拍这样子，其他的地方不可以拍。我打完了过后，他需要15分钟的观察，然后你坐下来啊，15分钟过后你起来的时候，你要去消毒，自己消毒你自己的座位，然后你才可以离开。我坐在那边坐一下子就好了，然后我就跟房东讲我好了，然后房东就是在附近那边遛狗，这样绕一圈，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我就看哦。现在我是一点手臂酸痛都没有，我觉得除了那种幻想，哎不是，这叫什么？哦，除了心理作用，就是会觉得会不会手臂有点酸，然后你就会很像拿东西的时候右手就不可以动了。可是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啦，你看我右手还可以动，哎，很嚣张哎。OK， 就这样啊，没有什么事情。大家，因为我现在是5:30，然后接近6:00，然后我打算提早吃一下晚餐，因为等一下房东跟朋友会来，然后我就先弄上嘛，他已经解冻好了，补充一下能量，很久没有吃香味了。大家因为我刚刚电话没有容量了，所以我现在快速的拍一个，那这是小闷我的晚餐。我要现在先去处理一下我电话 storage， 不然等一下我的 storage 不够，我就录不到影片了。专业教哦，那这个网有点卡。你们看。绑了那个丸子头之后的头发简直就是自然卷发耶，我这头发这边糟掉，刚涂了一点点发油，够力哦这头发。我现在完全是没有事情的，现在是看一下啊，晚上8:00到9:00了，然后我没有事情，然后我是打算哦，我连手酸都没有，我现在是打算做一点点东西，然后等一下是可能10:00-10:30这样就睡觉，那种半夜会有什么事情？早点睡，因为我每次早一点睡，我就会早一点起。You say take me on a treasure hunt. I long for something new. Have you heard the fairies when they sing?See beauty
所以各位，我现在是没有事情的。你看，就是我的右手拿着电话都没有酸痛，就完全很正常的现象。我这边准备了这个 Panadol， 我这个是那个温度计，还有一些热水，他们讲要补充很多水分，大概就这样。还有一个床边的纸袋，我刚刚发现到，哎，它好像有用处，因为之前，生理期什么的，然后就不舒服，我会吐那一种，所以我就一直放在那边，然后一直没有拿掉，然后感觉，哎，可能等一下会派上用场，哎，我希望不要。Hello， 各位早安，现在是早上9点多，然后我整个半夜睡到超级好。然后我的手臂现在是有一点点的痛，这样一点点罢了啦，就是打针那一 part 有一点点感觉，其他事情都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很需要补水分，口有点干。Hello， 各位早安，我现在要来喝这个，番薯绿豆汤，我前几天煮的，就是为了什么降温，什么讲会发热气什么的。所以我就煮了，超级好喝。我之前单煮过番薯汤跟绿豆汤，我觉得番薯绿豆汤真的很赞，而且我加的糖是红糖。Oh no， 真的很赞。哥哥看我在自言自语，应该觉得很奇怪，他走掉了。洗碗机洗干净啊，快拿出来。Regina 的空啦，哇，吃很多啊！今天早餐其实我很饿，因为我昨天晚餐哦6点就吃了，哎，就很饿。Not much 大午，你们看我的番薯绿豆汤，真的很赞，要加红糖，我觉得红糖真的就很香甜。如果你加白糖的话，就是比较清甜，大概是这样，就有点点不一样。这个就超级好喝。我今天在 YouTube comment 看到有人写我吃东西嘴巴长很大之类这样子的 comment， 然后我就剪辑的时候我就真的认真去看，我吃东西嘴巴真的长很大嘛，真的很不文雅耶。 Oh my god， 我才发现到原来吃东西是这样啊，就我在家里吃东西都会这样那一种，我给我拍下来的时候，我自己看的时候才认真看才发现到文雅。菜鸟感觉过后每个人都会一直注意看我冲洗了这样。我要写完了。这样，写完就睡觉，乖乖去睡觉。
下给你们看，我来到这里之后最厉害做的东西就是中西合并，你看很像西餐又很像中餐这样。哎呀干掉了，惨了，我好像炒到有点太久了。嗯，饭香，好赞哦！我觉得意大利面配荷包蛋真的很完美，番茄意大利面啊，哇，配荷包蛋真是绝配啊！现在差不多8:45，太阳才刚刚要下山，然后就要睡觉，很累耶，整个人也不会到超级累那种，可是就想睡觉。去门看一下外面的景色，现在太阳才刚要下山，看到没那个阳光。 OK， 我现在就要睡觉了。各位，我睡不着，我现在打了很多哈欠，可是我睡不着，然后我就开窗帘的时候发现到外面的天空好漂亮，我就进来录一个影片，我被自己笑死了。快点睡觉，打哈欠了还不要睡觉，哎呦喂，睡觉。现在是早上8:00，我今天早上6:30的时候起来过，其实我起来我就一直喝水，整个口很干很干这样，我就睡回去了。哦对，然后我昨天晚上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烧发冷头痛头晕什么都没有，我就只是昨天晚上昨天一整天都觉得很想睡觉。哇，外面的风有点大耶，感觉要下一场大雨了。4:00，我要睡午觉了，晚安。所以我现在打疫苗之后，我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我只是会感觉到有点想睡觉之外，我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症状，所以我就期待我的第二次针，打完第二次针之后，希望之后就可以回学校正常上课了。拜拜，这个 vlog 就到这边了。